乐儿初升小学生字生词培训班第131课第一个 ride 骑马啦，踩单车或者是我哋揸车咧，都可以用呢个 ride。睇翻个字啦 ，R 系 u 嗱，后边有个 merge e 喎，唔读个 e。我哋读前面呢个 i 音嘅，咁所以呢个字咧，我哋就会读成为 ride， 读快啲咧 ，ride ride ride。第二 ring 响起，嗱动词咧系响起啦，但系如果系作为一个名词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只戒指或者系一个环形，即系一个圆形嘅物体都可以嘅。好啦，睇翻个字咯喎，嗱，记得逢系 ing 咧，我哋都一定要读个 ing，r 咧系 u， 所以加埋咧就 ring ring ring。第三 rise 起床或者系升起，如果系太阳上升啦，即系话讲嘅日出啦，咁我哋亦都可以叫做咧 sunrise。好啦，睇翻个字啦。第一个系 R， 跟住后边 ISE 咯，最尾有个 E，magic E 咯，唔读 E 音，读前面呢个 I， 所以咧加埋就系 rise， 所以成个字咧就系读 rise。第四 run 跑，嗱好简单啦。UN 咧讲过好多次啦，逢系 UN 我哋都要读个 n，R 咧系 u， 所以加埋咧就系 run run run。第五 say 讲或者系说，好啦 ，ay 咧我哋要读个 a 音，而 s 咧系 s， 所以加埋咧就系 say say。Z 第六 C 看见，嗱两边啦，前边呢个咧系 S 读 S，E E 咧我哋要读个 E 喎，所以加埋咧就系 C C Z。第七 Seek 寻求，嗱我哋都玩过一个游戏啦，叫做捉迷藏嘅。咁咧，其中捉迷藏咧，即系话收埋同埋咧寻找嘅意思。咁而呢个咧英文咧寻找咧就系呢个 seek。好啦，睇翻个字咯 ，s 系 s，e e 咧读 e 咯 ，k 系 k， 所以加埋咧就系 s e k， 读快啲 seek seek seek。第八 shall。出售，嗱佢相反词咧系 buy， 买嘢啊，买嘢翻嚟，咁我哋叫做 buy。睇翻个字啦，第一个系 s 系 ell 咧，我哋要读个 ll 咧系 l， 所以加埋咧就系 sell， 读快啲 sell sell sell。第九 send 派或者送咯，咁近义词咧，我哋就会叫做 deliver 派发 send， 我哋泛指咧送出去嘅，可以系单一件物件送出去，而 deliver 咧个意思咧就话有好多件物件咧一齐咁样分派出去咧，我哋就会用个 deliver。好啦，睇翻个字咯 ，S 系 S，E-N 系 N，D 系 D， 所以加埋咧就系 S，N，D， 读快啲 ，Send，Send，Send。第十 ，Set 安置，嗱有好多个解释噶 ，Set 除咗解安置之外咧，我哋亦都可以解咧，妥善去处理一件事嘅。咁咧都可以用个 set 噶，好啦，调整咧亦都可以用个 set 噶噃。
好啦，睇翻个字啦，S 系 S，E 系读 A，T 系 T，所以加埋嚟就系 S A T，读快啲 Z Z Z。第十一，so 缝印，即系我哋攞支针，攞条线去将两块布啦连埋一齐啦，咁我哋就会叫做 so。但系大家要留心咯，嗱 ，e w 咧教过俾大家啦 ，e w 我哋咧系要读个 u 音噶噃，但系咧喺呢度咧我哋就唔读 u， 我哋咧系要读个 o 吓，系 o 呢个音嘅，呢、这个咧系比较特别啲，咁大家可以咧喺个字嘅侧边咧加个星号，系啦，千祈唔好读个 u 音吓，呢、这个特别啲嘅 s 咧我哋会读个 s，e w 咧读个 o 啦。所以加埋咧就 zo zo zo。第十二 shake 摇动，或者我哋讲握手啦，我哋都可以用呢个噶 shake hands shake hands 啊，咁大家都应该记得啦 ，shake hands 即系话握手嘅意思噶。好 ，s h 系嗱，后边有个 magic e 喎，咁啊呢个咧唔读 e 音啦，读前面呢个 a， 所以咧我哋就话。A， 读快啲 ，shake shake shake。十三 ，shine， 发亮发光，我哋咧就会叫做 shine， 而阳光咧，我哋就会叫做 sunshine， 吓、啊、记得咯。嗱 ，sh 咧，我哋会读 sh 啦，嗱 ，ine， 依个咧 ，ine 个 e 又有个 magic e 啦，唔读个 e， 读前面一个 i， 所以 in 加埋咧就是。ein， 所以成个字加埋咧就 shine， 读快啲 shine shine shine。第十四 shoot 射击，嗱 sh 咧重复啦，又系读 sh 啦 ，oo 咧有两个音噶，一个系 u， 一个 u， 呢度咧我哋就会读个第一个 u， 加埋个 t 系 t， 所以加埋咧成个字就系 sh。shoot， 读快啲 ，shoot shoot shoot。第十五 ，show 表演或者系展示。嗱，呢度 o w， 我哋咧系要读个 o 音嘅吓。好啦，同第十一咧两个字咧系基本上系同音字嚟嘅。第十一呢个咧缝印啦，我哋又叫做 show， 而呢个咧 sh 咧，我哋嘅一个音。多咗个 h 系，加埋个 o， 所以咧成个字系读法咧 show， 读快啲 show show show。